937开头是一个状语啊，那个主语呢是缺乏这个基因多样性啊，这是主语。身后的谓动词是 has allowed 的允许，宾语呢是这个蚂蚁的种类，后面是个宾补了 to spread widely，意思是说啊，因为我们没有基因的多样性，所以的话呢，这帮蚂蚁呢就会很容易啊去广泛传播，因为基因都一样嘛，所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限制啊，所以很容易啊传播到都是。分号后两个分句啊，划线部分。这个 due to 是个介词啊，短语介词，原因的意思啊，跟 because of 是相等的一个意思啊。说 they're being so similar to one another，这里面 they're being 啊，这个 being so similar 这一堆啊，这个系表结构相当于是一个这个整个的核心词，因为它是一个动名词，there 是所有格嘛，它描述这个 being 的啊，所以这个后面部分的核心词是 being so similar 这个系表结构，这没问题啊，是说跟某个互相很像。主语是 ants，动作是 consider 啊，他们这个考虑为。所有他们的 fellows 啊，to be close relatives 就是宾补了，是一个近亲啊，因此的话不会 engage 啊，不会涉及到 in kind of fear with the colony struggles。这意思是说呢，不会去牵涉到什么呢？牵涉到这种啊，就是互相这个部落之间的严苛的一些这个努力，这或者这些竞争吧。然后 limits the spread 就是限制了这些他们的发展，这是定语从句啊，修饰这个 struggles 的，前面都可以接受啊，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们很像嘛，所以他们所有都是近亲，然后就没有这种就是族间隔离嘛。所以说这里面族间隔离本身应该是在限制这些种类、这些族群传播的。这里面很明显错误在这儿，a limits 这个不对，因为它前面呢是一个复数名词啊，是这个 struggles 在限制这些传播嘛，所以个 limit 才对，这语法问题啊，所以 A 肯定不对，这个它的修饰对象不太对啊，关系不对。再看 B。B 的话呢，它这个 due to 也是状语，你不管它。那这里面是 due to as being so similar，这很奇怪，因为这个 as 呢指蚂蚁没问题，就这个蚂蚁啊很像，像谁它没说啊，你怎么也是蚂蚁跟谁很像，或者说蚂蚁和谁一起很像都可以，没有像的对象，这话没说完，所以肯定不太合适啊。主语呢是这个蚂蚁 consider fellow 啊 to be relative and not engage 这一堆后面都可以啊，就前面这个这个像这块不对，所以 B 不对。再看 C。Because 原因状语从句啊，没问题。然后呢，这跟 2B 其实问题是一样的。It is so similar，没说跟谁像，对吧？所以这肯定也不对啊。后面呢都差不多，但前面不对。再看 4D，D 的话，because 他们互相哎很像，这没问题。你看，它是 they are similar to one another 啊，就是他们和另外一个啊，他们这一对啊和另外的某一个很像。One another 啊，是另外的某一个的意思。这样咱们做个区分啊，有你会经常看到 some the others 是吧？还有 another。啊，还有 one another 是吧？什么区别呢？其实区别很小啊。The others 本身啊，它表示的是一些，然后剩下的所有人，比如一共是10个人，你这 some 只是2个，那 the others 就是剩下8个这个意思。如果是 another，你可以把它拆开看，another 是 another 嘛，就是另外那8个里的某一个，就是 another，是这个意思啊。另外一个啊，one another 跟 another 一样的，如果你加 one another。啊，这是一样的，跟 another 没有任何区别啊，一个意思，都表示八里的某一个啊。如果你说 the other one，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共是两个啊，一共2个人啊，one 和 the other one，一个和另外一个这个区别啊。所以这些 the other 是这个关系啊，大家看懂就好。这里面一样嘛，意思就是说呢，这些人呢和另外的某一个很像。那主语是蚂蚁啊，动作是考虑啊，宾语是 the fellows and to be 这一堆，后面都跟 A 是一样的啊，动词在这儿 engage in 这个 struggles。然后身后定语从句，这个主谓一致没问题啊，limit 描述这个 struggles 的没问题，所以 D 是对的啊。再看无意，无意的话注意，because of 这个意思啊，跟 due to 是一样，都是因为的意思，是一个短语介词，身后加个名词，核心也没错。但注意啊，这里面的 being 它是没有逻辑主语的，为什么呢？因为介词后面啊加名词，对吧？名词是不具备逻辑主语的。如果你想给名词放逻辑主语也可以，像 2B 一样，你加个 its。这个或者像 A 一样加个 dir，这可以用所有格来给这个动名词放主语，它本身并没有逻辑主语，就不能说它的主语就是这个 ants 啊，这不对，没有这个说法啊，因为呢这里面它是个介词短语，这是名词，这跟伴随不一样啊，伴随是分词，前面是没有介词的，只有一个连词或者没有东西，那样是它有主语的问题，简化嘛，但介词短语后面是纯名词，名词想带主语就得放所有格，不能放别的，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等于没有主语，这可能很奇怪。另外的话呢，这个问题跟刚才的这个 A 是一样的，所以也不对，答案是 4D 选项。